Hello， 我是江伯基。今天有个拍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过了25岁之后，素颜总是觉得很憔悴，肤色暗沉发黄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纪积小显老5年。像我周围的好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很早就意识到，25岁之后，基本的美白产品已经不能够满足护肤需求。而且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熬夜，皮肤很容易暗沉粗糙，所以我会选择功效更全面亮肤的抗老产品。我最近一直都在用这款麦吉丽雪白瓶，我真的太爱它了，用完2周整个皮肤都变得更透亮，而且非常细腻。做了功课才知道它真的非常厉害，它里面含有的 Magic White 是麦吉丽团队重磅研发的黑科技，添加超多进口亮肤成分，这一瓶里有1500万矿量因子，可以多维度匀正我们的肌肤，不仅可以淡化痘印，斑点瑕疵，改善暗沉暗黄。坚持使用，你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紧致有光泽，因为它纯度高达 99.9%， 高效亮肤的同时又很温和，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。你看，很快就吸收了，很清爽，很舒服。这个已经是我用完了第二瓶了，每天照镜子都看到皮肤特别亮，斑点小瑕疵都不见了，肤色变得更均匀，而且线条更紧致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年轻，更有气质哦。好了，我的护肤秘籍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见，拜拜。